一年复始，万象更新。我是南投县议员柯素霞，素霞在这非常感谢电视机前咱家所有乡亲过去一年对阿霞一个疼痛甲鼓励。当然，素霞在咱议会内底，我嘛非常用心来问政，而且是来争取经费来建设咱德山六国。那目前咱的今年的这连假有六天的这时间，阿霞在这欢迎咱家所有乡亲朋友，那有时间会当来咱的德山各大庙宇拜拜，而且是来咱自然宫。啊，或者是来到咱的鹿谷乡，不管讲啊，咱的麒麟潭，咱的这个红红果胶啊园，或者是咱的溪头山脉溪，甚至会当来到咱的啊小半天，咱的九尾公园，再来欣赏咱这这么漂亮的樱花。所以啊，阿霞直接嘛，跟咱家所有乡亲朋友同款，告别2017，迎接2018。素霞直接敬敬祝咱家所有乡亲朋友，大家新年行大运，心想事成，阖家平安。